吴秋，你再好好想想。你别再说了，你这何苦呢？哎呀，吴秋，我求你了，你仔细听我说，你好好想一想。你还记得我们两个第一次碰面，那时候你在卖杂货，我去买你的白色丝巾要绣观音，后来我还办了观音，啊，你还记得吗，吴秋？啊？吴秋，你还记得这块玉佩吗？在义卖会上，因为我是段长，他们不敢买这块玉佩，只有你拿出了所有的钱买这块玉佩。吴秋，你想想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我不是不让你来了吗？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啊？走，郑清，你怎么还要他在这儿啊？这，他不肯走，一直在这跟我说话，我也不好意思轰他走。可是你放心吧，他说的话，我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吴秋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的郑清是不会跟你走的，你最好死了这条心，别再纠缠不清了，赶紧走吧。不，我绝对不会放弃你。吴秋，走，吴秋，这是我的家，秋你走啊，你走啊，你有话好好说吧，放开他。哎，没事吧，郑清？你到底干什么？吴秋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知不知道顺英为你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流了多少眼泪？福才哥，你简直就不是人。你，他不是吴秋，他是郑清。福才哥，你别怪吴秋，他病了，他把以前的事情全都忘了。顺英在这被猪油蒙住了心，你还为他说话，你还在这受他的委屈干什么？走吧。我不知道你们是谁，也不希望你们干扰我们的生活，你们快走吧。吴秋，你说谁干扰你的生活？你有种再说一遍，你太过分了。你干什么？动手！福才哥，你别伤害吴秋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打疼你啊？吴秋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丽华，郑清，没事吧？伤哪里了？哪里痛？这里痛。严不严重？让我看看。郑清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的啊。好了，对不起。顺英，总算都走了。我说过的嘛，如果我们继续住在这儿的话，肯定会出问题的。你还不信？郑清，你说话呀，郑清。丽红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全是真的吗？什么真的假的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或许我应该跟他们去一趟，才能把所有事情都解决掉。你要离开我，对不对？你说过你不会离开我的，是陈春英长得比我漂亮，家里又有钱，所以你不要跟我过苦日子。你不要这么想，你要抛弃我跟满福。我不会抛弃你的。我不许你离开我。你要离开我的话，就不会回来了。丽红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别胡思乱想啊。我没有胡思乱想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不会离开我，你不会抛弃我，你根本就是在骗我的。你要是敢跟那个女人走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丽红，你别这样，我没说要离开你啊，我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。现在我脑子很乱，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到底我是吴秋还是郑清？你是我的妻子，顺英小姐也说她是我妻子，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你是不是头疼了，郑清？你怎么了？又头疼了是不是？你不要想了，他们已经走了，你不要想了，郑清。我得把我的过去想起来，我一定要想起来，到底我是谁？到底我以前做过什么？我做过什么？到底我做过什么？我到底是谁？郑清，顺英，你听我说，我刚才是冲动了一些，但我也是为了你啊，我不是就是想让吴秋早些恢复记忆，回家跟你
和金水团圆吗？福才哥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我求你了，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了，好不好？你回去吧。你让我走啊？这么说你不打算回去了？水英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？家里出大事了。出事了？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哎，我们原来打算去隔壁镇上买水，可是成本太高，根本就划不来。结果我们又挖井，可是也没成。周舍利用切断水源这件事，逼着胭脂非要她嫁给他。周舍太卑鄙了，不行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胭脂为了我嫁给那个卑鄙的小人。是啊，水英，所以你必须要回去。我怕胭脂为了你一着急，说不定做出什么傻事来，到时候后悔莫及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旅馆收拾行李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好。郑清，郑清，丽红，怎么了？郑清不见了，郑清不见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呢？刚才还好好的，这么一会儿功夫怎么就不见了呢？都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们害的。刚刚他头疼，结果抱着头就跑出屋去，我四处找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那我们赶快去找吧。快去找啊！快走。吴秋，郑清，吴秋。啊，请问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连双手的男人呢？没有。啊，谢谢啊。请问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脸瘦瘦的男人呢？应该是从那边跑过来的男人，好像在那边。啊，那边跑的，谢谢。吴青，郑青，这是怎么了？郑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没认识他呀？郑青，当然了。赶紧看看吧，刚刚我们把他从山谷下救上来，还好这山谷不深，要不然早就摔死了。吴青，你醒醒啊。郑青，赶快送医院吧。怎么样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他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脚扭伤了，可是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康复。那就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医药费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丽红，我是吴秋的妻子，他的医药费应该由我来负责。还有，我跟福才哥已经商量好了，明天就带吴秋回去，家里人手多，照顾起来也比较方便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让你们把他带走。为什么不行？你跟吴秋没名没分的。水英，他是菩萨心肠。大小姐，这趟路这么远，你一定累坏了吧？姑爷交给我们就行了，你去歇着吧。是啊，顺英，你歇着吧。我没事。哦，小凤，去帮绿红准备一个房间。房间？她也要住下来吗？快去啊。哦，顺英，让我待在这照顾吴秋，你回房休息吧。
胭脂去哪里了？哦，胭脂小姐她和齐九公去找周舍了。啊，胭脂小姐，我说的全是心里话，我真的是喜欢你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请齐九公来做这个媒呀。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我的话，就不应该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逼我就范。你这么做只会让你变成我的仇人，你明白吗？是是啊，周先生，做夫妻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。如果我们胭脂她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嫁给你的话，那以后的日子可就很难过了。那胭脂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话，就先把水源给恢复了，否则我怎么能跟一个为难我好姐妹的男人交往呢？是啊是啊，说的是啊。周先生，如果你真心诚意的喜欢我们胭脂，那又何必为水源的事情闹得两个人都不开心呢？行啊行啊，只要胭脂小姐肯答应嫁给我，那我一定照你的意思叫人马上把水源打开。我不是你们的姑爷。啊，姑爷，您脚伤还没有好，怎么不待在房里休息啊？我说了，我不是姑爷，别叫我姑爷了好吗？别烦我了。想起来什么？但是，吴秋，但是我什么都记不起来。我，吴秋，你一定是记起什么来了。吴秋，我是你的妻子，这是你的家呀，你每天都在这里进进出出的，你一定想起什么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受不了了，吴秋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你别逼我了，吴秋。大小姐，吴秋，大小姐，钱老板来了，说那批货出了问题，要去退货呢。我，哎呀，大小姐，人家等着呢。哎呀，哎，走走走。姑爷，我不是姑爷。姑爷好。别叫我姑爷，走开。
我不配做你丈夫，我不配做陈大姑爷。你是我丈夫，是金水的爹呀。金水。娘，你看，爹买糖果给我吃。先把汤喝了。小圣婴，让我听听他在讲什么。天黄黄，地黄黄，我是一个杂货郎。你真的要出去卖杂货吗？可怜你才把你带回来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姑爷的二少奶奶了。吴秋死了，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死了，你们现在带回来的是我丈夫满福他爹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我绝不会再把他养给陈家。别，快放手。李红，别碰我。李红，你干嘛？放手啊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，你干嘛？吴秋，郑清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担心死了，他们要把我们分开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没事。你不要，我在外面走走而已。我躺这么多天了，骨头都僵了，放心吧，没事的啊。不要离开我。哎，不会的，我再不会了，相信我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吴秋，吴秋，你一定想起什么来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对这个家是有感情的，吴秋。告诉我，你还有满腹呢。顺英小姐，我很感激你这样看得起我，但是我叫陈正清。我只想跟丽红好好过日子，希望你谅解。满福呢？满福在哪儿啊？
来，满福，别抱娘，哎，乖，满福最乖了，满福乖，快给娘抱啊，啊，真乖，满福，你找娘吧，娘抱抱啊，娘来抱抱，哎，满福最乖了，大小姐。满福乖啊，满福乖，满福最乖了。大小姐，田里没有水已经好长时间了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这季没有收成，我们都要喝西北风了。对呀，对呀，我吃什么呀？你们大家静一静，我知道田里没有水，大家的日子不好过，所以这一期的田租我就不收了。另外，我会再拿出一些钱来补贴大家过日子，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，请你们谅解。是啊，其实损失最大的是我们，为了不向周舍屈服，还请大家忍耐一下。怎么忍呐？都没有饭吃了。哎，听我说，我会想办法继续找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可是还要请你们给我一些时间。干脆我们跟他拼了，走。不行不行，等一下，你们站住，你们给我站住。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是水源的事情。大小姐，我们大家一起上门讨个公道，不用怕周成那家伙。你们不要去。各位等一等，不要激动，这件事不要为难大小姐，我来处理。胭脂，把顺英送回房去。福才哥，快进去吧。走吧。福才少爷，这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怎么办呢？努力解决问题啊。福才少爷，这么做妥当吗？哎呀，没事，都已经说好了，大家都等着呢。走吧。快！福才少爷，有水了，把他们给我围起来！快，围起来！围起来！李福才，我们少爷早就料到你会带人来偷开水闸，给我打！大小姐，福才少爷，福才少爷他被周舍的人给抓走了。你能大半夜的带人去偷我的水源，我就不能带人来陈家讨回公道吗？呸！金蝉先生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是他，是他断了我们的水源，我们是逼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你们要给我们主持公道啊！李福才，你给我闭嘴！来方，是。干什么？你们强闯别人的家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啊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陈家大小姐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这件事情希望你给我一个交代。对不起周先生，今天是福才哥不对，他不该带着人去骚扰你，请你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？
那要是我的人到你们这儿偷了东西再打你的人，是不是说句对不起就可以了事了？周先生，我可以赔偿你所有的损失，只是请你放了福才哥。水英，你别求他，男子汉敢做敢当。你还说做事情那么鲁莽，水源的事都没有解决，你还跟别人打架，你真是……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把胭脂小姐给气的啊！你这个笨贼啊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你说谁是贼？你凭什么说我是贼？就凭我人赃俱获，你们都看到他去偷我的水源了吗？对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简直就是一个恶霸！明明是你欺负农民在先，你还恶人先告状。哎，你这个做贼的，倒还先喊起捉贼来了啊！警察先生，这天下还有王法吗？你们陈家还有管事的吗？啊！周先生，陈家的事情我可以做主，大小事情你尽管跟我商量。水英说的没错，要不你有什么要补偿的，你说出来，水英会替陈家还你一个公道的。少爷，我们借此机会逼胭脂小姐就范。好啊，既然陈家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由你做主的，那这件事情你也脱不了关系。警察先生，我看把他也带走，回去问个清楚。是是是，带走。你们把他带走。走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干什么？可以，不要，怎么可以放杀人？你们不能抓他，你们不能抓他，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周生，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，这只是一件小事，你何必闹到警局呢？其实要放他们呢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要你肯点个头就行。胭脂小姐，你要好好的琢磨琢磨。胭脂小姐，你今天来是？周先生，我想请你放了福才和顺英他们。哎，我这又不是警局。胭脂小姐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我知道你有办法弄他们出来，就算我求你行吗？请你赶快让警察放了他们，这个人情我会一辈子记住的。就算我真有这个能耐让警察放人，可我跟陈家非亲非故，我凭什么要帮他们？我为什么要让你欠我这个人情呢？是啊，我们家少爷又不是吃饱了撑的。说了半天，你还是要逼我嫁给你是吗？哎，干嘛说那么难听啊？我可不是逼你啊，胭脂小姐。我这个人呢，比较相信缘分。我周舍见过的女人也不在少数，但真正能让我动心的，就只有你一个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出，我一定会为你办到。对不起，我无法答应。来发，如果那些人真的判刑了，会坐多少年牢啊？这成群结党、盗窃斗殴、扰乱社会治安，罪可重了，恐怕头发白了才能重见天日吧。胭脂小姐，你跟陈家大小姐，你们从小一块长大，情同姐妹，我想你总该不会见死不救吧。胭脂小姐，还是答应了吧，那牢里可不是人待的，又是老鼠又是跳蚤，别说是个女人，就是我这个粗人进去让我住上一宿，嘿，也得哭爹喊娘啊。只要你肯答应，我马上撤销诉状，保证大家安然无恙。至于水源的事情嘛，我也可以作罢。你说的。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答应，只要你别再为难水英，我什么事情都答应你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说得出，一定会办得到。那请你马上放他们出来。好，时间可以由你决定。我相信，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来得及参加。你明天就来迎娶？这么快？我不想顺英和福才他们在牢里多待一分一秒。好啊，好啊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明天就明天，好吧。来发，在，马上准备。是少爷。
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小六啊，你知不知道七舅公找谁帮的忙？大小姐，你说什么？小六，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家里很好，家里没事。你这个样子骗不了我的，你老实说，到底怎么了？快说呀！胭脂小姐，今天就要嫁给周舍了。什么？你不是说是七舅公找人把我们救出来的吗？我是不是胭脂答应嫁给周舍，所以才把我们放出来的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胭脂小姐，不让我告诉你们。不行，这桩婚事我绝对不能答应。就算再把我抓回去，我也绝对不让胭脂嫁给周舍。来不及了，我出来接你们的时候，胭脂小姐已经被周舍的人给接走了。哎，春英，大小姐，大小姐。胭脂，你不能嫁给他。胭脂现在已经是我的老婆了，我希望你们不要胡来。水英、富才，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们快回去啊！不要走，我们一起走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在这儿。胭脂，你们两个一点感情都没有，结什么婚呢？你们说够了没有？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如果你们是诚心来道贺的，那我欢迎你们，但是如果想来捣乱，我就请你们出去。你真卑鄙！您别误会，嫁给周舍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你们在警局里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？赶快回去休息。小六，快陪他们回去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你们现在总该清楚了吧？我跟胭脂已经拜过堂，我们可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你们最好不要破坏我们夫妻间的感情，否则的话，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这一切都是命，你们还是祝福我吧。不，胭脂，这不是命，你是为了我，是我害了你。不，是我害了你，都怪我太莽撞了，我真该死。呸！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乱说什么死啊？想触我眉头是吧？胭脂，还不赶快让他们出去。水英，我求求你们快回去吧，我现在已经是周家的人了，我求求你们，如果你们为我好的话，就不要再为难我了，就让我在这里好好的过日子吧。胭脂，你跟他在一起，我就不相信有什么好日子过。我相信我的丈夫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对了，这么说可就对了，我自己的好妻子，我当然会疼惜了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周舍，你最好能记住你刚才说的话，好好的疼惜胭脂。如果胭脂在你这儿受到半点委屈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们放心吧，只要胭脂肯乖乖的做一个好妻子，我当然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来房送客。请，请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我真该死，如果不是我当时一时冲动，这胭脂就不会嫁给周舍，都是我的错，现在只有干着急的份儿。富才哥，你也是因为别无他法才会铤而走险的去挖周舍的水源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胭脂被周舍欺负了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连见胭脂一面都比较难。我想过了，既然胭脂已经嫁给了周舍，我们就不能再把周舍当作是仇人看待。不管喜不喜欢，我们都要面对这个现实，
周舍他现在跟我们已经是姻亲了，所以我打算跟他做生意，和他交朋友，希望慢慢的感化他。日子长了，但愿他能够脱胎换骨。什么？你要跟他交朋友做生意？水英，你知不知道周舍这个人为人霸道，城府又深，你别指望他能改邪归正。我不能放弃一丝一毫的希望。周舍他是个十足的生意人，我就投其所好，找机会跟他谈生意，这样我才能看看胭脂，这样我才知道胭脂过得好不好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试试看。可是你不要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原来你也怕我生气啊？好啊，你骗我，看我怎么整治你。喂，别跑，别跑。干嘛？哎呀，娘让我们生娃娃呀、啊！不生啊！生嘛，生嘛，生嘛，生嘛！家聪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要带我一起去看星星、看彩虹？我没骗你，我会带你去。可是现在，我想先睡一会儿。家聪，你睡着了对不对？等你醒过来，我们在一块儿去看星星、看彩虹，好不好睡？我会等，等你醒来。带我去看星星，看彩虹。胭脂，胭脂，怎么了？你哭了啊？啊？没有。等我等急了是吧？别怨我，楼下好多客人，我总得。胭脂呢？我们想见胭脂。胭脂他还在睡觉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样。胭脂如果没事，你干嘛不让我们见他？你是不是……福才哥，其实我们来看胭脂是其次，最主要的是想跟周先生合作一笔生意。做生意是吧？我生意有的是，没必要跟你们合作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的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忙，来吧，送客。是。
请。是官方的生意，难道周先生真的没有兴趣吗？